这是保利开发的，跟田黄是一种这个材料，地矿上都叫迪开石，当然这不是国产料。咱们国产的田黄就是它是寿山的这一类的，就是说它这里边哈不会这么匀净，这里边太均匀了。这个品质实际上比这个寿山石的纯净度高，如果刻章的话刀感也非常好，因为它是产量比较大新开发的。你像那个田黄为什么价钱很高，就是因为淘不出来了，年年就在那二亩地里边倒腾来倒腾去。我跟他们开玩笑说，我说再挖挖地球那边去了都，是不是？东西是好的，价格还不太高，以后慢慢的它价格也会高。实际东西不错，玩的也挺好，盘得很熟。这不是福建寿山田黄？不是寿山田黄，也叫田黄。老挝的，这应该是苏州红，雕的不错，这是迪开石，还不错，能当一玩意儿，挺好的。但是不是那个咱们传统意义上说的田黄，那田黄就贵了去了，那田黄几乎就是这么大一块的，得论百万算了。